漫漫天野，万里关山，马不停蹄扬白雪。茫茫天涯心难，披星戴月苍风路。正以为身世不还，忧怀似水，往事何堪，且将思情抛弃，道德文章已简单，没人方向飘大地，英雄儿女终笑传。冷月门究竟还是有人在？你没想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你没想，想不到你穷追不舍。我问你，从大门口一直到内院设下的埋伏，是不是都是你预布的？不错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李明晓，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恨之恨没要了你的命。是姬婆婆料定我会到这儿来。你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留下呢？有我一个人对付你已经够了。龚天桥，我跟你并没有深仇大恨。不错，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仇恨，可是你跟冷月门有仇。色下埋伏没有暗害到你，我现在要用这双手来要你的命，拿命来吧！你可知道，姬婆婆身旁四辈都不是我的对手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，我是来拼命的，我要跟你来个同归于尽。龚天桥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向姬婆婆交差，是不是？嗯，这话说得不错。我要的是姬婆，我不愿意多伤无辜。哼，我是奉命而来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姬婆婆呢？不知道。我不愿意多伤无辜，只要你把姬婆婆的去处告诉我。你可以走，李明晓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不知道。李明晓，我技不如人，要杀要剐随便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愿意伤害你。告诉我姬婆婆的去处，我马上放你走。办不到。龚天晓，你李明晓，我告诉你，我办不到。真没有想到，你有这么一身硬骨头，我就不相信。就是杀了我，我也办不到。你不要逼我。李明晓，大家都说你是大英雄，如果你是大英雄的话，你就给我来个痛快。没有想到像姬婆婆这种人，身旁还有对她忠心耿耿。誓死效命的人，你没想到吧？我这几十年的岁月都送给了冷月门，不管他是好是坏，他就是我的家，他就是我的归宿。你走。
太过分了！好，凌霄，算你的命大，也是我命该死的时候。看来他是抱定必死之心留下来的。姬婆婆呀，姬婆婆。 你何必非多上一个无辜不可？干什么？冒冒失失的往里闯，吓人一跳。哎呦，你可胆子真小啊！哎，要是我正在换衣裳呢？那我来的不是时候，等你什么时候换衣裳，告诉我一声啊。 去你的！哎，放手，他白天的让人家也看见。好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玩笑归玩笑，正经归正经。我来给你带个信儿，巩巡查失手。什么？巩巡查，他怎么会失手的？他不是大罗神仙，留咱们这一手，不就是为了防他失手吗？这小子。 还真扎手的啊！当然，连老神仙身边的四大悲女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去想，那留下咱们，不是明摆让咱们送死吗？金花，打一街道令玉，我赵四就把茶馆给让了出去。为的是什么？老神仙对我赵四总算不错，知道我有个老娘，不但给了我本钱。 让我去做小生意，平时也绝对不派我差事。如今老娘过世，而人家用得着你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赵四不能装孬，只有挺着胸豁出去。唯一的恨是，是什么？ 想当初，老娘在世的时候，没法多养活一口，所以一直没有娶你。到如今，钱赚的差不多了，正打算娶你了，可是半空中掉下这么件事儿。多少年，我都等了，这会儿我还等不了吗？不要紧，等事过后，您再拿花轿来抬我。 是可以过，可是照这个样子看，怎么过得了？过不了也不要紧，只要你有个这个心，我就知足了。不枉我等你这么些年。再说，阴间你做夫妻去，不也挺好的吗？说什么四大绝色，在我赵四的眼里。 你金花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，去，四大角色还轮得着你？嗨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眼光。别说四大角色轮不到，就算是真有人拿四大角色跟我来换你一个，我都不干的。我知道，要不然我怎么甘心等你？宁愿跟你上阴间做夫妻去呢？ 好了，说正经的，待会儿他总会上这儿来吗？不一定，要是他不来，想法子也要让他上这儿来。什么法子？那是我的事，你就不要管。只为那小子要去秋霜姑娘，而秋霜姑娘非跟他不可。 老神仙就置人家以死地不可吗？大概是吧。那像咱们，你非娶我，而我非要等你，就有那么大的罪过吗？那你就不要管这么多了嘛。端人的碗，扶人管，人家叫咱们怎么干，咱们就怎么干吧。
好的。好。哎，公子爷，看您来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公子爷，您要喝点什么茶呀？是香片还是龙井啊？嗯，来一壶香片好了。好，香片马上就来啊。公子爷，香片。谢谢。伙计，哎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。哦，嗨，公子爷，您呢就只管问啊，只管说。嗨，我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冷月门的令狐家搬走了，你知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？啊，怎么，公子爷你也打听令狐家呀？另外还有人打听过令狐家吗？哎，有啊，今天早晨就有一位姑娘啊来打听令狐家了。哦，什么样的姑娘？哎呦，这个姑娘啊，嘿，她从头到脚啊是一身的黑，哎呀，长得呀是十分的美呀。这个就是有一样的，他眉宇之间呢有一股煞气。哦，那位姑娘呢？不知道。你也没告诉她令狐家到哪去？哎，这令狐家搬家我们也不知道，他是来找谁？找令狐家？哎，哎呀，赵四哥，你来的正好。好了好了，你去忙你的，我来跟这位公子爷说话。哎，好好。您找令狐家？是。方便请教您贵姓？姓李，十八字李。你要找令狐家，今天晚上，今儿晚上，令狐家有人在金华第一楼请客。金华第一楼。怎么，准备要走了？金华已经没有逗留的价值，不走干什么？嗯，我劝你别走。你劝我别走？嗯。为什么？因为金华有你逗留的价值。哦，金华有我逗留的价值？不错。到底什么意思？金华有我逗留的价值？金华是还有你逗留的价值。到底什么意思嘛？你别卖关子好不好？哎，别急啊，因为到了晚上你就会知道的。晚上？为什么要到晚上？不到了晚上，你是不会知道的。你明明知道我性子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可要生气了。非现在知道不可。当然，你快说嘛，你刚刚出去一趟，听见什么了？要我现在告诉你可以，你得让我相一个。你敢？你想勒索我？哎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，你不愿意听就算了，我也不勉强啊。哼，不说就算了。哎，我说，告诉你，今天晚上令狐秋霜家人在金华第一楼请客。真的？还会错得了吗？这是我听来的。你是说令狐秋霜会在场？嗯，你想，他家请客除了鸡婆婆，他就是主人，他能不在场吗？那温飞清跟冷凝香呢？冷凝香不敢说，这冷月灵星两家是世交，这温家的人一定会在。也许冷凝香是被请的客人其中之一啊。要是他们都在，那就太好了。要不我怎么会劝你别走呢？可是，要是万一我见不着他们呢？我会骗你的。要是他们没来，那算我骗你，你不会吃亏的。青姐，李公。糟了，青姐跟李公子会不会回冷月门去了？都怪我，都怪我多嘴，害得
秋霜姑娘不辞而别，现在又害得青姐跟李公子，我真对不起他，我真对不起李公子，真对不起青姐。妹妹，什么事情对不起我？青姐，你怎么又回到这儿来呢？青姐，我找遍了方圆百里之内，就是找不到秋霜姑娘，我就回到这儿来。一回来，你跟李公子又不在，你们到哪去了？李公子人呢？我想，李公子一定上冷月门找季伯伯，不过他一定找不到。为什么？冷月门的人都走光了。啊？那你们宁星门的人还有温少主得救了没有？坐下来，我跟你慢慢聊。我哥哥得救了，柳玉玲死了，可是我父母却不要我这个女儿。青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？为了救我哥哥，我把受害的实情告诉了季婆婆。季婆婆将柳玉玲赶出去，可是我的父母说我败坏门风，也不要我这个女儿，也把我赶出家门。青姐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伤了温少主，你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我温飞青自恃高傲，雄抱天下武林，没有想到最后却落个无家可归。不过我不怪任何人，只怪我自己的命。青姐，先是我说错了话，害得秋霜姑娘不辞而别，现在李公子又不晓得到哪去，我怎么对得起你们？我真是活不下去。妹妹，千万不要自责。啊，我忘了告诉你，秋霜已经回冷月门了。怎么会呢？是我亲眼看见的。本来我也是非常不谅解他，可是当他把事情告诉我，我却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。这倒是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，他这么做怎么对得起李公子？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做才对得起李公子。青姐，你刚才说冷月门的人都走光了，是真的？是的。不过据我猜测，李公子上冷月门找季婆婆，他发现人都走光了，他也走了。照这样说的话，他们一定是到苗疆去寻宝去了。对，一定没有错。我想李公子已经追上去了。可是青姐，李公子一个人势单力薄，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，他怎么敌得过他们？咱们去找他吧。好，这样吧，咱们分头去帮李公子找回藏宝图，然后再帮他查出凶手的真相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快走吧。今儿哎哎，谢谢您啊，您走啊，等工人来啊。没有这种感觉。像令狐家何等人物，他
他们要是请客，一定会把这整个酒楼给包下来，哪会像这个样子？明明听说。哼，听说还听说呢，不是你听错了，就是你存心占我便宜。我跟你说过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帮小二叫过来问问。客官您来了，您请坐吧。就你的人品。哼，俊生，胡小贼。怎么，州官可以放火，百姓不许点灯，许你夸女人，不许我夸男人。许许许，行了吧？看来这一男一女，不是世俗人物，等闲之辈。客官，您喝点什么酒啊？随便来几样酒菜就行。哦，是是是是，我马上给您取酒去。小二，哎，过来一下。哎，您等一会儿，我这就来。这京华第一楼却是个气派的地方，可是怎么不像是请客的样子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不是今天，酒菜都来了。小二，哎，我问你一声，哦，今天是不是有人在这儿请客呀？请客？没有人在这儿请客呀。哦，你喝着。小二，哎，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客官，什么事啊？哦哦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这小子这身打扮不怎么样，我看呐，这个小娘子啊看上他了。哎，那没有什么呀，恐怕他是白费了，就是在他身上扎不出一点油来呀。这小子怎么了？还没有喝就醉了。嗯，这小子色胆包天，在我们京化一带还没有这个样子的人呢。哼。这位是姑娘，承蒙对下垂青，无以为报，给你一杯水酒聊表寸心。这位公子爷，您这是哪来的话？小号有规矩，向来不许我们喝客人的酒，您要是真有意思，待会儿夜深客散后，贱贱陪你喝一杯。姑娘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举着这杯酒敬你，怎么能让我就这样退回去呢？那你喝了它，贱贱献丑一起，给您下酒。朋友，堂堂七尺之躯，须眉大壮的，何必难为一个女流呢？这杯酒我带她喝了。慢，怎么，阁下真要带她喝这杯酒吗？不错。嗯。有毒，有毒。哎，喝酒是做错。慢点。怎么了？是他，报复。
烦您了。你是？我是小号的老板娘。哦，原来是老板娘。没什么，我也是酒后失态。哦，他要是真冒犯您了，您尽管说，我叫他来给您赔罪。老板娘，我看赔罪倒不必，那位姑娘恐怕早已经走了。走了？不会的。如果您不相信，您可以去看看。哦，好。不要紧，可把老身给害苦了。怎么？您不知道，他到这儿献艺的时候，字据是跟老身立的，说好的每个月的包银50两，50两包银，老身已经先付了。没想到他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，叫老身怎么给东家来交代呢？这位姑娘是我赶走的，我也不能让你平白的损失。这个你收下啊！这怎么，公子老身怎么可以呢？别说了，收下。好，那谢谢您了，谢谢您了。哼，冷月门的人还是不死心。不要讲了，赶快收拾。幸亏我脚底下快，事过了，咱们的事不也过了吗？我有积蓄，咱们可以找个别人找不到地方，从今后别站在武林道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干了。你们是？别问我们是谁，先问你们是为什么。那是我们的事。可惜碰到好管闲事的我们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差点上了一条人命，想溜啊？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是冷月门的人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哦，冷月门，奉命行事。那个年轻人是？他叫李明孝，是我们老神仙非除去不可的人。哦，他就是李明孝，怪不得。那算你们倒了霉了，我们是李明孝的朋友。朋友，不要忘了，这儿是冷月门。哼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什么门都一样，这档子事我是管定了。啊！哎呦！啊！赵四，赵四，季婆婆，你这是何苦？你上一条人命，今夜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岂不是又上了一条人命？难道你真的是夜袭我李家的凶手，非要先发制人，置于我于死地不可吗？父冤母仇，李明孝势在必生必报。只是秋霜姑娘她，什么人？进来说话。阁下敏锐的听觉，无数知客夜访，还请原谅。哦，原来是二位。金华楼，此分别。如今又专程造访，不让我们进来坐坐。恕在下失礼，请。冒昧打扰，不便空手而来，这区区薄礼还望阁下笑纳。两位请坐。容在下请教两位。不敢。我姓赵，
这位姑娘复姓司徒，是我赵某人的红粉知己。哦，司徒兰。原来就是琼瑶宫的司徒姑娘，失敬了。不敢，阁下是李明孝、李少侠吧？司徒姑娘怎么认识在下？是这位冷月门中人告诉我们的。哦，我们就是为了李兄和令狐秋霜、温飞清、冷凝香三位姑娘而来，没想到这三位没见到，这误打误撞的碰见了李兄，真是不虚此行啊。那这么说，两位是？哎，别两位了，小弟我赵玉书。哦，原来是四快意之一，当是四公子的赵公子。说什么四块玉，说什么赵公子，这前者除了楚玉轩颇令小弟心仪，另外两位却让小弟不敢恭维啊。小弟虽生四块玉之中，但并不觉得光彩。这后者小弟赵玉书三个字，那跟李兄的大名相比，真是自觉渺小啊。赵兄太客气了，两位到这儿找在下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听说李兄先挫凌星，后斗冷月，这大名已经传遍江湖。尤其听说令狐秋霜、温飞清、冷凝香都是李兄的红粉知己，我们俩十分心仪，特赶来金华谋求一会啊。其实挫凌星、斗冷月都是迫不得已，至于说红粉知己，在下一无家，二无业，更不敢奢求了。哎，李兄特谦呐，咱们是一见如故。这李兄的人品所学，我们俩是亲眼瞻仰。嗯，传闻中还大大的委屈了李兄哦，太过奖了。好，你们是在哪里找到这位姑娘的？这个人又是他什么人呢？他刚潜入楼后，我们两个追了上去，结果在他的住处一下擒住了两个。多谢援手。李兄究竟跟他有什么仇怨，使得他暗中在李兄的酒杯里动手脚？我跟这位姑娘素昧平生，仅一面之缘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是冷月门中人，其道理就不想而知了。嗯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管地上干不干净，就把人家放地上啊！姑娘不要装腔作势，打我问话。哟，这位公子爷，我还没请教呢。赵玉书啊。哦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你不也在酒楼上等那一位吗？姑娘记性倒好。嗯，那这位是？琼瑶宫的司徒姑娘。哦，不就是刚才在酒楼上跟你坐在一起的吗？不错。赵爷，您福气真好，瞧这姑娘长得多美啊。你，哼，别乱动，你不是这里任何一位的对手。我问你们，你们两个人是冷月门中的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在我酒里面下毒？下毒？我不知道啊。嗯，你不要以为我跟李兄不敢对你下手。现在有司徒姑娘在，最好不要等司徒姑娘下手再说。出什么手啊？我这么一个女人家，向来让人以风尘见薄，还不够可怜吗？哼，脱身风尘，另有所图，那我可就要另当别论。另有所图？另有什么所图啊？兰妹，你来吧。赵公子，您真还一点怜香惜玉都没有吗？你找错人了，赵某人从来就不懂得怜香惜玉。你也这么不怕赵司徒姑娘不高兴？放下。慢点。赵公子，我问你，我要找的
是季婆婆，冷月门的其他人跟我无关。好吧，我说，你们有什么话问吧。季婆婆上哪儿去了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她带着人走了。真的不知道？真的不知道。你就是杀了我们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就不信。赵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这行业靠的是你一张脸，我只要将这蜡烛在你脸上这么烫一下，你恐怕就吃不成这碗饭了。你怎么这么狠呢？狠。看来你比我还狠十分呢。李兄，那个渗有毒的针给我。说，姬婆婆到底在哪？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要杀你杀我好，求你，求你别饶，别杀她。没那么便宜，卖了。上城算了，他要杀你，你就算了。他们是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。况且我已经说过，我找的是姬婆婆，跟冷月门的其他人无关。李兄既然这么仁厚，小弟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滚吧！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真的不知道老神仙上哪儿去了。我相信你们就是。李兄，真没想到你这么仁厚。金花，你不要紧吧？该死的赵玉树，他下手还真不轻啊。那，你能走吗？能走。咱们上哪儿去啊？别忙走，我还有点事。啊？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我没有疯，欠人的债总要还的，要不然我会一辈子不安的。欠人的债？你欠谁的债？李少侠，我用这只手害了他两次，而他却轻易的放了我们。从今后，我这只手，我还有脸再用它吗？你这是何苦嘛？我真是把你们给惯坏了，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。这个丫头一个人会跑到哪儿去了？小姐只说出去走走，谁知道她出去了几天不回来呢？胆子真是越来越大。公主您不要急嘛，琼瑶宫放眼天下武林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谁也不敢欺负咱们家小姐的。话是不错，可是一个女孩独自在外边，总是叫人放心不下。告诉你，如果小兰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也不要活了。公主请息怒，都是我们不好。刚才您不是派巡山使出去找小姐了吗？是啊，怎么还没有回音呢？启禀公主，巡山使求见。叫他进来。是。是。启禀公主。怎么，找到没有？启禀公主，还没有找到。不过。不过什么？在通往江南的路上找到了这个。
是小兰之物。他到江南去干什么呢？李兄，这江湖人心险恶，你这么对人，人未必这么对你。你不该有的仁厚，你会吃大亏的。多谢赵兄指教，我只是不愿意多伤无辜而已。哎，他们要杀你，就算不得无辜了。好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我没听说过宅心仁厚还会有错。哦，对了，兰妹，你不是想亲眼瞻仰李兄的珍藏异宝吗？这正是时候啊。谁说要看？你自己。两位是指？听说李兄得了一对翡翠马。哦，原来司徒姑娘想看那只翡翠马呀。不是我要看。哎，是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客气什么？那可不好呢。正如赵兄所说的，咱们是一见如故，不必客气。江湖人心险恶，李明孝取出了那只翡翠马，会招来什么福祸呢？赵玉书、司徒兰又有什么居心呢？请继续收看《梅岭飘香》续集。